留意一下中化化肥啦。咁今日其實跌嘅，跌一格，走勢咧就今日同個市啊好過少少個市少少啦嚇，但係都係跌住收嘅。但係咧，你開始咧，你發覺見到佢開始有啲再回咗少少啦，反而咧佢令佢更加咧個直播率咧會轉高翻啦。咁啊，重要支持位兩個啦，就是、上升軌其一，以至咧。就是前浪底嘅支，依樣前浪底支持咧，一個三毫六，咁趁佢可以咩嘅？依個市而家落緊啦，咁反覆向下嘅時候咧，佢都有機會咧就整固下，整固咧如果逼近上升軌嘅意志咧，依個前浪底嘅支持咧就可以考慮咧，就留一留意佢啊，搏佢咧考驗咗支持之後咧，就再次向上延續翻咧，佢其實一路以呢段時間以嚟咧，其實都係反覆向上緊嘅趨勢，啲中線向上緊。只要佢唔穿呢個低位，即係一個三百六啦，咁啊中線向上趨勢未完嘅，所以咧都有個潛力喺度啊，可以同大家講下，等大家留意一下嚇。